嘿嘿嘿嘿，好爽！串烧，串烧精华。我的喵啥小啦！之前做工的师傅都可以把梯子当用脚在开，练习完应该是应该可以吧？我没有试过啦，应该可以吧？可是我看路上很多八九开跑车，还是我们经济不好，应该是只有我们经济不好。八加九有一个很好的地方啊，他敢拼啊，反正有钱来我就干啦，我也不管那么多，只要我的兵士不会被法院收走，都好说啊。钱来我就干，对不对？只要我的兵士车还在的话，什么都好说。可以被法拍啊，就是要有钱去缴贷款啊，不然被人家收回去就不好了。加九买那个 Mark 而已，那阿伟嘞？阿伟是买那个 Mark 还是真的很顶？家里有矿 ，Mini、奥迪、Volvo 应该都还可以吧？怎么？现在八加九都开什么 ？Toyota 的 Camry、Artist 或 Camry 嘛，再来就直接跳级了，跳到 BMW 去了，再来就跳到双 B 去了。福斯 GTI 也还好吧 ，GTI 感觉以前好像有一阵子有，现在还好，我觉得现在都直接要么 BMW， 要么宾士。新款 Camry 黑色真的很帅，真的、欸，新款的是真的蛮好看的，我觉得。阿贤该买一台124。跨差小，我要买啊！我在存啊，给我十年，我买一台 BMW 3系列。Shut the fuck up, please！ 给我播音乐，等我存钱啊，给我八年，上班八年加实况，应该不吃不喝应该有机会。双 B， 我来了，一定。上班八年吧，我在想，差不多八年了，再给我七年，已经一年过了嘛，再七年。主播，你觉得年轻人多少买车不有压力？要看你买什么车哎、欸。以我现在来工作来讲，一个月3万哦、喔，没办法买车，真的没有办法买车。你要先存钱，你可能要先工作五年吧。操！为什么跟妈妈决裂？滚啊！现在滚听不懂是不是啊？叫什么啦？你在叫什么啦？干你屁事啊！滚下去啦！在叫啊！傻小啦！怎样啊？干你娘傻小啦！你在叫啊！阿诺啊，傻小啦！吵什么吵啊？谁吵你啊？干你娘下去啦！你华为要在哪里是不是啊？干你娘那里把我电脑搬回去啊！你把电脑搬回去嘛！奇怪，每次来这边吵。吵什么吵啊！掉下来这里，然后你自己进来乱，乱怎么乱啊？谁乱你呀、啊？奇怪，我在这里拿东西也不行。来来来，快走啦！看谁不爽就跟他决裂、啊，妈的！因为你一个月3万，你自己想啦，一年顶多就36万，年终给你两个月好不好？40万好不好？一年给你40万的年薪，那、啊、你不用吃不用喝哦，对不对？给你吃吃喝，一年40万，40万给你花个一年花个20万。够好了吧？生活很够了吧？你也存到20万了，20万怎么买车？一台车现在都90万、100万。会跟婉婷讨论为什么要买车买房？很少哎、欸，我不想买房啊，根本买不起。买车是已经存钱存到懒觉兵了，还买房？买房是怎样？当乞丐比较快，可是有钱人都是把房子当乐高啊！我不是有钱人啊，我有什么办法？我比实况主还不如，我妈的开实况开到变成打工仔，我就不是有钱人。阿行，你是家里长孙啊，等继承就好了。不是啊，有钱我只想要把我家房子打掉重盖而已啊。阿行，我发现你脾气收敛之后人才下滑的。不是啊，我不收敛一点，被编台是谁要负责？你要负责还是蔡英文要负责？还是他妈吉祥要对我负责？谁要对我负责？还是我妈自己负责？你不能讲这种话、啊。啊，图其人家政策在改，我们只能找到一个适合我们生存的方式啊，不然我能怎么办？对不对？我有一次干你娘，我什么都没骂，不是什么歧视的言论，我可能就是骂个脏话，骂的比较狠一点而已，对不对？他就一个仇恨言论，就可以ban你7天14天的。主播就没看你跟龟狗打够哎、欸，我没有完美平台啊，再加上他们龟狗都开半夜的，我现在半夜不能玩，半夜都在睡觉。跟观众吵架算仇恨言论吗？算啊，那天就是他妈打 CS 打一打在喷队友啊，观众队友啊，妈的嘞，喷一喷他就是我仇恨言论把我ban掉啊，不然嘞、欸，不然你以为哦、喔？但以前要看到半夜在开台啊，我开台不代表龟狗会开啊，靠腰，我就休那两天，那不然嘞、欸。我就说时间很难对得上。
操！以前不是问归我尼基吗？怎么是你打够？不是我就没有，我就没有完美平台，我就没有那个东西。Go！ 阿贤觉得2024谁会当选？不是那总统都还没出，候选人都还没出来，你问我谁会当选？民进党是赖功德嘛？啊，国民党跟民众党哎，会不会有郭台铭？有柯应该是投柯吧？我在想，柯妈妈，柯妈妈，柯妈妈。嘿嘿嘿嘿，好爽！串烧，串烧精华，对面气到爆，超级爽。老六，他一不知道想什么，不发奖也不发钱，其他大人要选。才这两天就转弯说要发现金，政客讲的话听听就好。What the fuck？ Shut the fuck up！ OK？ 发现金要买什么？去考个重机驾照，感觉不错，6000块不多不少，考重机驾照刚刚好。宅男没什么需求物质，其实不知道买什么啊，就存起来啊。那个又没有期限，发现金呢、欸。抖内给我也可以啦，我大概不多不少啦，分给我2000也差不多啦。就是说，如果你不缺钱的话，那我需要一点啦，2000就好，4000你留着，太贪了吧？好，那1000，1000，1000，好不好？你留着5000，好过年，对不对？啊，我拿1000，合理吧？跟婉婷结婚包给你，那可能还要再等一阵子。余额不足啊，存款的余额不足，扣掉一个零600可以吗？也可以啦，这样我可以骑车不要戴安全帽。警察开我600说爽啦，干你妈的，我可以戴10次啊，给你开10次我都爽。有油饭可以吃了吗？还没，我的小虫还被雨衣包得紧紧的。可以问主播几岁吗？今年26了，不大不小啊，老大不小了啦，但老二贼大。还是我买 7 福袋拼一下玛莎拉蒂，我在想欸，想要买福袋、欸、全脸的。那把是什么枪？哔哔哔哔哔！哔哔哔！完了完了完了！Let's go party party all night! Oh oh oh! Motherfucker!紧张什么、啊、我跟这些人的 levels 不是在同一个等级的、啊、不用替我紧张啊，我知道我在做什么、啊、少晃一只干你娘妈的，再快一点晃出去就有机会瞄到他了。节奏打得不对，无限 OT 又来了，就是我们最喜欢的环节了，无限 OT。哎，不是你都要打 OT 了，就好好打，整天在那边一直讲一些干话，到底有什么意义？不然你刚刚就好好打，早点赢或早点输嘛，对不对？要输就输，要赢就赢，要认真不认真的，讨厌这种白痴干，拖人家时间。Goffin， what the fuck， Goffin， 喂，干你俩笨死，操鸡巴！低能儿，操你妈的！